知道了，就是我们盛夏人啊，想通过开政府的这样一个仪式，祈求在新的一年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说的没错，那盛夏呢，不仅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传统，还创造了璀璨的歌言文化。盛夏歌言不但比较丰富，而且题材多，可以说是凝聚着我们盛夏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可以说是我们盛夏人的传家宝。小熊，你说的真好。那我觉得刚才听你说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赶紧来听一听我们佘家的同胞是如何把这农事农车变成我们盛美丽的山歌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的，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霞浦县西南八月里村的佘歌传承班给大家带来的24节气歌。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啦啦啦啦。